的心动女生，我先来吧，唱歌是我强项啊，来个比较拿手的海豚音。We touch to your magic corazón tasno que te la sé suji sabagno aji agadi badamanaoi。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？哇！让你们听听什么是天籁之音，演示准备好了吗？我清唱。一只大雁前边飞呀飞，一只大雁后边追呀追，追上以后摁在地上咔咔一阵锤，锤完之后谁都不认识谁。你妈以为你去 KTV 是这样。实际你去 KTV 是这样。六零后蹦迪，恭喜你，我亲亲提点爱心的。七零后蹦迪，就算跌杯流离，命运就算曲折离奇，命运就算恐吓着你，做人没趣味，别流泪。八零后蹦迪，九零后蹦迪。混叽叽叽叽叽叽耶滴呀！啾啾叽啵叽啵。哥哥，你听我说呀。我不听。妹妹知道你喜欢我，我说了我不喜欢你，我也不提，滚。那天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你站在月亮之上对我唱，我那叫一个感动啊，你知道吗？为了这一天，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。说实话，你是我的玫瑰，你是我的花，你是我的哈密瓜。嘿，想你我就掉眼泪。嘿，想你我就掉眼泪。Gentlemen， 大家跟我一起来，哎呀呀，哎呀呀，喝的拉格恰恰，哎呀呀，哎呀呀，喝的拉格恰。樱桃夏季嘟嘟的脸。现如今有很多的流行歌曲，唱起来可以说朗朗上口，但实际上歌词根本经不住推敲。您比如接下来这首。狼爱上羊啊，爱的疯狂。矛不矛盾？狼能爱上羊，我就想问一下，能生狼狗吗？再比如接下来这个，你说你让我等你一天两天三五六七天，你就不敢说等一个礼拜吗？现在抖音上最火的一首歌，男女对唱，男的问女的，你爱我吗？女的怎么说？
当然爱啦。那人家也得问问你呀、啊。你爱我吗？听清楚，男的怎么说？还用问吗？当今这社会，姑娘，还是问。今年过年你打算跟你媳妇一起过年吗？啊，不对，我今年跟别人媳妇一起过年，家里有这条件。啊？那你啊啥呀？跟我爸的媳妇过年。哎呦我的妈！跟你相处这一段时间，这两分钟，我有个想法。什么想法？我想让你得到我。我不想得到你。话别说的这么绝，我很好得，一得就能得到。我没时间。你抽空得。你是不是有病？那好吧，做朋友总可以了吧？做好朋友，无话不说、无话不谈的那种交心的朋友。既然我们是好朋友了，我就不隐瞒你了。我想让你得到我。